你们，挣钱我们不要命了。我们今天看一场网红挑战职业搏击选手被一脚 KO 后大闹比赛现场的故事。武僧一龙开启了打网红的热潮，据说要打一龙的网红已经排成了一字长蛇阵，业内更是流传出要想红打一龙的口号。一龙这波流量财富双丰收的操作也让很多网红跟职业拳手模仿。这场比赛发生在上个星期，身穿白衣的达贤茶楼是在某社交媒体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红，而身穿黑衣的姚洪刚是一名职业搏击选手。姚洪刚最早是一名保安，2004年开始学习中国跤，后来转战综合格斗，拿到武林传奇的冠军，在业内素有鬼跤姚之称。这个场下一脸严肃的就是达贤茶楼的老婆，看起来也是个狠角色。姚洪刚是一个老实人，比赛开始后只做防守状态，生怕把事情给办砸了。对手小光头上窜下跳，打拳像在搓澡，毫无章法的一通乱抡，看起来好像给对手挠痒痒。姚洪刚内心毫无波动，总是干杵着也不行，戏得做足。姚洪刚憋了半天才做了一个低扫踢，小光头立马用同样的方式反击，也冲着姚洪刚来了一招低扫。老太太伸腿扮孩子的既视感。这场比赛搏击选手为了出场费，网红为了流量与带货，各取所需。但是擂台比赛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，遇到一龙这种戏比较足，可以控制自己情绪的选手自然可以双赢。如果你遇到一个愣头青被一拳砸下去，后半生可能要在轮椅上度日了。姚洪刚已经竭尽全力在配合茶楼的表演，打这种比赛对于职业选手也挺难，万一没收住力把对方打出个好歹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可怕什么来什么，喜闻乐见的情况还是发生了。姚洪刚一直都是小拳拳击腹进行友善的还击，可是一不小心一个正蹬腿没收住力，直接把达贤茶楼撂倒，老太太钻被窝，对方直接痛苦地趴倒在地。这时候情况有点无法控制了，达贤茶楼被 KO 后，他老婆直接冲到台上怒喷主办方，称别人都是打假拳，凭什么到我们这就来真的，还让主办方给他一个交代。问问你们，挣钱我们不要命了，主办方让来出来给我交代，玩谁呢？别人打假拳到我们这玩真的是吧。这一番操作属实优秀，让不少观众大跌眼镜。其实啊，姚洪刚已经在假打了，要是真打的话，估计十秒内就能结束比赛。只能说打假拳你也扛不住啊。都说富贵险中求，既然选择打拳这种方式吸引流量，就得自行承担被胖揍的后果。当年刘二狗跟药水哥被 KO 后，不也是默默扛下了一切？不管怎么样，少一些套路，多一些真诚，希望可以给搏击这项运动留一片净土。喜欢武术与搏击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我是阿良，我们下期再见。